尊敬南京的总统马英九，今日早是先到草屯台湾市场来拜票。不管对面握手也是签名的民众，伊拢真亲切来接受。民众特别准备各级的小册牌，也是纸张，毛眉眉配点给请总统马英九，直接伫配顶来签名。吉马总统佫食到草屯出产的葡萄，大声来讲赞。葡萄是我们平林葡萄，哎，平林葡萄。不要再前进了，不要再前进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人都够不够？不够，够啊！哎，平林的。廖马英九总统是甲中兴新村一路车，马上受到热情的欢迎，尤其是真侪妇女朋友是排队烧热要握手，还佫人专工送肉粽，希望伊高票当选。在那边等很久了吗？啊，等很久了吗？很久，等很久，很高兴，对不对？非常高兴。怎么说？啊，好，当选，很好，很好，一样很好，一样棒，是不是？对。對虽然天气寒，但是马英九总统一路上拜票是受到民众热烈欢迎。这边甲副总统候选人郭台铭的故乡，伊希望利用这优势，伫最后拜票的时间，争取较侪选民宝贵的一票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